中年好声音收视越来越好，其中一位导师伍仲衡是香港著名的作曲家、編曲家和音乐监制，他毕业于圣方济书院，原本打算做机场工程师而修读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工程系课程，但他为了追求音乐理想而辍学，并在1996年开始为演艺圈创作、监制歌曲和填词，曾两度获得 Cash 流行曲创作大赛奖项，现在是伯乐音乐学院的导师，同时都会为歌唱比赛担任评判委员，更曾经是张学友的御用琴手，为他在歌舞剧《雪狼湖》的亚洲巡回演出和104场学友过年世界巡回演唱会担任琴手和乐队成员，亦由2017年开始跟随金培大学制作电影配乐至今，认真厉害。